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对不起，这个歌唱得非常完美，但我希望你以后唱歌不要这么完美。就是有时候完美哦，其实是听歌的一个障碍，就变成是说你要怎么唱，我都知道你要怎么唱，甚至我知道你会唱到怎么样的完美。而我的建议是说，越是这样的歌，内心的歌哦，你要想办法让这个情绪带着你走，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了，你在这个舞台够熟。你可以更自由一点，好，希望你们两个可以越来越进步，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玉，我也觉得你这个歌唱得非常好，对，好，但是我不会说你唱得完美是不对的，好，但你有一些拍子是跟原唱不太一样，哦，乍听会有点不太习惯，但无伤大雅，这是你自己的诠释方法，你只要不要把这个歌破坏掉就可以。但我觉得你这个歌一进来。的感觉就一直到结束，我觉得都相当不错。好，谢谢老师。